等一下给你们看你的照片。
我们来后边这里啊，拍照的领了编号的，来后边这里，我们点一下编号，一号来了吗？一号的来了吧？二号没来的。我们鸟喂给我啊。一楼的二。
我都会多排出去一些，然后你下船的时候再选择一下，里边一般有眯眼睛不好的，那你就直接拿出来就可以了，肯定要有一个选择，那哪国人？可以，第一张我们试一下，只要看你的表情，然后我们就进去。啊？来，美女。
后面这几个里面还有。
好，别动啊，OK。最好的，最好的。待会儿我们再拍一张，我们休息一下。来，往这边，往这边来。不要往后面，不要往后面，不要往后面。可以。
这边啊，从这里开始呢，就进入我们丽江上最精华的一段。 准备一下。这里是羊角山啊，我们那个地方是，反正他们也是到这个地方，还有我们叫大白羊。对，这是。
六号的，来。
可以了，好，别动，来，好，可以了，好，这么大吗？我号的，号过去，号的，号的来了啊，号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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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Getting
二的美女，咱们来后边。 你们是怎么安排开车？你请你两个人开个车呗，三个人开车也行，是吧？不要太多人开就行。